不会跳别的。哎，忘记开美颜了，开一会儿啊，开一会儿。真没忘开美颜，秒变大妈，全网下风，结果真相曝光更恐怖。这就刷点生活费吧，我还在念书，我还在读书呢。大陆这名叫一直求求的韩系空灵真妹直播主呢，常在抖音上劲歌热舞，哎，没想到之前直播到一半却发生超惊悚放送事故。不会跳别的，哎，忘记开美颜了，开一会儿啊，开一会儿，开一会儿，开一会儿。大家心里不觉得毛毛的吗？天看是一朵花，我记得爱有为我的妈，我一路不过现在我身上有一把 AK， 我真的很想送你回老家。怎么那么多人来看我？你多大啦？我68岁。68岁。泰国、新加坡、印度尼西亚。咖喱肉骨茶，秘密的沙塔，做 SPA 放烟花，真上那 Coco Pineapple Mango Mango， 你们给我送热气球我就开美颜。奶奶去做饭了，不去，我不用做饭呀，跳一个吧，我今天生理期跳不了，我现在都不舒服。这个年纪还有生理期，别惹我笑，笑得我一股一股的。哎，不过更惊吓的还在后头，直播主突然又松口承认这个大妈脸呢，其实也是特效。这个是30年以后的特效，不容易呀。你看我的脸全是马赛克，你们看不明白吗？我的脸全是马赛克，还有你看我刘海这一节，全是虚的。能看得出来吗？还有你看我的耳朵，我的耳朵这一半的皮肤。我喜欢30年以后的你。好，那等我30年以后你就来找我做朋友吧。特效不错，谢谢。主要是创作这个特效的人挺厉害，我只能说现在科技太发达了，喜欢我就留下来吧。